節，如果下下有機會同你嘅最愛一齊過，你希望過一個點樣嘅聖誕啊？即係白色聖誕啊，熱辣辣嘅聖誕啊，雪布冰嘅聖誕啊，定係點樣啊？一成佢哋真係喺度幻想緊，見唔見到？五個充滿幻想嘅少女而家企喺台上面啦。好，時間方面咧，我仲有一分鐘嘅，請回答。我諗到啊，我想過白色聖誕。白色聖誕。自己就未見過雪嘅，所以我覺得喺呢個咁凍嘅天氣裏面，同自己中意嘅人喺埋一齊都幾浪漫。OK， 好，除咗白色聖誕，有冇其他嘅選擇啦？我想一個白色有刺激嘅聖誕。好，再下一個，繼續。白色有刺激有温暖又多愛，然之後又食得飽。哦，好，嗱，佢時間到啦，呢個得嘅。白色又刺激又多愛又温暖又食得飽嘅聖誕，仲有。原來對現在的時下女生來說，聖誕節是有這麼多不同的情意的。Anyway， 如果大家想送女朋友的話，各位男士知道了，你要滿足的條件不是太多的，只不過是想要一個白色的溫馨的刺激的浪漫的，有白色的山的，有冬陰冬的，有糯米飯的聖誕節。那我相信香港的男士一定可以做得到的，就算做不到的話都不要緊，只要來到新都會廣場這裡，把握在今晚凌晨凌晨零時三十分之前，在我們指定裏面的商會裏面，消費滿1500元咧，除了可以買到你心目中的聖誕禮物之外，還可以換翻100元嘅屈臣氏天王，咁可以方便咧孝敬翻媽咪啦，好啊，咁就唔使冷落啦，係咪先？咁啊，各位可以留意住啦。講到呢一度，跟住落嚟係唱歌嘅時間咯喎，呢一隻歌我哋都會帶大家去一個特別嘅地方啦。係啊，帶大家去日本。Let me talk all over again.